開心建成，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澳門開港嘅特別節目《向選民報告二》。嗱，我係今日嘅嘉賓主持譚志強。首先，我多謝琴日打電話嚟嘅觀眾同埋喺微信上面發表網民意見嘅網友啦。今晚我哋嘉賓咧就揾到我立法會嘅直選員施嘉倫施生。大家好。嗱，今日咧，施議員咧就會同佢總結嘅第五屆第二會期嘅議會工作同埋接受市民嘅意見㗎。我呢個節目好歡迎咧，各位市民打電話上嚟嘅，我哋個電話熒光幕上面見到嘅就係2789192，2789192。你可以通過網址或熒光上嘅 Facebook、微信公眾號碼 call in 麥交同我哋一齊討論嘅。咁首先係要介紹個背景嘅。咁第五屆澳門立法會第二會期咧就喺8月15日結束啦。今年總共通過了14項法律、2項決議和9項簡單議決，仍然有7份法案正在等審議之中。現在我們首先給時間給施嘉倫議員總結一下你在第五屆第二會期的議會工作重點。好，今天很高興上來我們聯合維持和大家聽市民的意見，同時也都給機會我可以向市民報告一下。其實在第二屆的一個立法會裏面，我最主要關注的都是房屋問題。因為房屋其實澳門，我經常說澳門要找一份工不難，在 早幾年要找一份工不難，如果要買屋呢就特別難。所以呢，我一直以來呢就大概有40%接近50%啦，是問土地房屋的問題。其他那些就有關於一些經濟啊、交通問題這些，所以我的一些質詢方面呢會側重在土地公務運輸司方面比較多的。房屋問題其實我由我們以前的舊區重建、舊區重整啦，去到延伸到我們後來的現在長官再宣布一個都市更新方面 的工作啦，其實在這方面呢我一直都說，我們無論舊區重建或者是都市更新，它最重要最重要都是法律怎樣去令到我們的市民可以知道我的屋要怎樣去處理，我重整之後我是怎樣的生活，一直要覺得政府要給這個願景出來。我覺得這方面呢政府呢做得非常之慢，特別呢也都不夠這個魄力去將這個舊區重建或者是我們所謂的都市更新去做好它的工作。因為重點佢就係覺得，我哋成日覺得澳門嘅土地資源少，而我哋依家澳門嘅一個都市更新嘅必要性係依家將來係迫在眉睫嘅。咁所以喺政府呢方面，如果唔夠魄力嘅話咧，我相信喺都市更新度度都係艱難嘅啦。咁如果係話政府唔夠呢個魄力咧，就更加難推。咁我哋澳門就冇辦法釋放更多嘅土地資源出嚟。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係我必須要去追的，因為在澳門我們住屋難的方面其實是面對的。因為當時政府有一份報告出來是我們差不多70%多80%自己有擁有物業，這個數據呢當然我沒有質疑它對還是錯，不過當時的人口可能我們20年前、30年前我們的小孩子剛剛出世或者2、3歲的時候當然跟父母啦，可能現在他家庭成員增加了2、3個人，而這2、3個人的同時可能現在已經適婚年齡甚至要結婚了，所以他一間屋結了婚生了兒子了，甚至要結了婚生了兒子了。所以在這裡我們一定要重視我們現在在年輕即是這一輩一些房屋的問題，分家問題是的，就是我們年輕取嫁的問題等等，還有有些結了婚的問題。所以如果你說現在以前兩房一廳可能一家四口五口都夠住，現在可能一家又變了，如果是兩個結婚的已經，所以有些都說真一句，如果是我們在一些家庭裡面基本上都其實比較正常的應該兩口之家兩房一廳就剛剛夠住的了。其實兩房即三個人住啊，或者有小朋友都，我覺得兩公婆有個獨立空間，或者是多一個小孩子，我覺得都沒問題的。所以問題是再多個小孩子如果剛剛一男一女呢，是的，又是問題來的，長大了就是問題咯。所以在這方面呢我覺得是迫切性的，所以我對於在這方面呢，除了房屋問題之外有哪樣東西你 最關切的另外一個就是交通問題，因為其實我們交通問題呢就是我們現在的輕軌問題啦。其實輕軌這方面呢包括一些大型工程其實我都比較關注的。現在氹仔那邊的問題不大，現在澳門連北區
的北段線，即係從關閘可以港澳碼頭都未決定喎，行邊度？譚老師，我覺得氹仔都係問題，因為你氹仔上車廠上蓋都未，即係車都未搞掂，究竟係咪官司？如果真係大家嗰個工程都未搞掂，係官司嘅話，呢、這個有排拖喎。氹仔幾時完工？幾時去做？我哋都未知。我哋加上我哋所有當時嘅車廂都已經訂曬，依家擺咗喺日本一嗰、那個，咁將來你個擺喺度嘅嗰啲要費用噶嘛？倉租，倉租都唔平。咁你延伸翻嚟，如果係再拖多幾年，嗰啲用唔用得咧？可能已經又要報廢啦，你要重新做。所以呢個係一個已經政府喺呢方面嚟講咧，已經係。是一個很大 的缺失，就是說不夠這個魄力，究竟我們未來要怎麼做，是我覺得這方面呢、都是說我們現在的司長一定要夠這個魄力，如果不是我們不知道拖到幾時，輕軌整個社會都是怨氣，因為你交通問題沒有解決，輕軌當時尤其是北區和筷子街呢，早上上班是逼死人的，因為當時我們知道輕軌的原意就是說優化我哋嘅公交，先可以令到大家減少自己揸車啊嘛。咁你依家講咗輕軌道，依家已經講咗咁多年，12年，係啊。咁連建設、連港、連建設到依家使咁多錢啦，過百億噶，都未搞到一樣嘢出嚟。咁所以你話市民對於呢方面，我都好，即係喺交通呢方面，我都特別關注。另外一個就係關口嘅經濟咧，其實我當時呢個都係一個關口。總規劃經濟一個北大門，咁我同關口呢個經濟同將來嘅而家又塞到亂曬大龍，係啦，關口嘅嗰個經濟同埋嗰個嗰時呢個同上嚟嘅，就應該要將成個關口啲馬路打通曬，咁氹氹轉先得㗎。其實當時，但係而家就唔係，而家塞曬關口廣場啦，唔係我哋塞曬巴波花啦，塞曬地下廠商廣場啦。喂，而家根本個關口亂曬龍㗎，真係。而家所以個整個關口。北大門入嚟又唔好睇，我哋一啲望一望咯。咁啊好在佢入嚟買奶粉咯，好似係。咁啊，另外一個就係喺整體嘅北大門，我哋冇將嗰個關口嘅經濟做好佢。咁所以將來其實包括輕軌關口呢個係成條線嘅。咁我所以覺得喺呢方面咧，我係由2013年立法會之後，其實我無論係第一屆，包括第二個年度，我都係特別關注房屋、交通。同埋我哋一啲呢、這個關口經濟，即係將來呢個北大門，我哋將來要點樣去？嗱，我哋電話就好多，而家至少六個電話等緊㗎啦。OK， 我第一個電話陳生嘅。哦，你好，博士。陳生，你有啲咩問啊？司議員㗎啦。司議員，你好，司議員，你好，你好，陳生，你好。係啊，司議員，我想請問你，你記唔記得2011年四年前今日，澳門做過乜嘢啊？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同埋街坊總會。燒煙花慶祝國恥日，咁講完呢樣啦，我就問翻正先你講嗰啲問題，我啊好，我因為我幾廿歲噶啦，我都有咧咩？雖然係冇壓，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就想問問阿司員你，我哋特區政府賠俾有線電視2億元，仲有好多嘅官司仲打緊，包括東望洋，包括望下，包括非凡航空。包括嗰、那個啱啱先你講嗰個輕軌嗰個車嗰啲車嗰啲車卡車卡車上間卡車卡同埋車站，如果我哋特區政府一個唔小心，全部輸曬，我哋市民嗰啲儲備係咪冚唪唥冇曬啊？我淨係想問呢樣啫，唔該曬司員，留翻啲時間俾第二啲市民問你啦，好唔好啊？好，唔該曬司員，好多謝陳生意見。啊，我哋下一位謝小姐嘅，謝小姐有咩問題咧？哎、你好啊，譚博士啊，我的問題咧就係、是、希望阿師生咧就喺議會多啲提出關於係嗰個勞工法，因為咧勞工局有一個法例咧就係、是、一啲工商員工佢冇犯錯，冇犯錯，完全冇犯錯嘅，做咗7-8年，但係咧公司俾13個月佢個工商解僱賠償咧，勞工局咧係當為合理嘅，我覺得呢啲勞工法咧係完全合理。所以希望師生咧喺勞工法嗰方面咧，能夠做一啲諮詢啊，或者質詢啊，或者希望政府啊、勞工局啊，能夠修改完善一啲好嘅勞工法例，因為咧一啲員工佢完全冇犯錯，你就咁樣因為佢工傷，咁佢6-7個月未好嘅，咁你就用一個3個月嘅賠償去解僱呢個員工，我覺得極之不合理嘅。咁希望能夠司議員咧能夠喺呢個議會咧。
能夠提案俾政府一個提示咯。好好，多謝小姐，謝謝多謝小姐。好似根據澳門嘅法律，你哋議員唔准提出立法嘅，好似。呢個係如果係關於呢方面咧，我哋就係、是要即你要等政府嘅，要行政長官批。其實我哋都有個依家咧關乎於立法嘅，就係我哋依家嘅租務法。雖然我冇份簽名，咁、我哋嘅宋碧琪議員咧都已經係提出嚟嘅。佢、法律係乜業㗎？應該冇問題啦。係啦，咁不過咧就必須要，因為呢個牽涉到政府嘅一個法案咧，就必須要行政長官簽批。咁、我哋都依家等緊㗎啦。咁當時我哋係由喺臨會期，即係嗰陣時已經做好，七月份遞入去，七月十五號已經遞咗入去㗎啦。咁依家就等緊行政長官批呢、這個。租務法，因為而家租務法，我相信房屋個問題、租務個問題，大家都其實面臨一種唔係因為租務條例以前咧，就你租咗俾人哋間屋好難收得翻嚟嘅。係。咁但係九九回歸之後就廢咗呢個有關規定，結果倒轉頭嚟啦，就搞到租客咧一年要俾嗰個業主趕一次，即調轉頭咗變咗。咁點樣業主同埋租客之間攞個平衡？我諗呢啲都係你好關心嘅。應該應該關注啦。譚老師，我回一回答陳生嘅問題先。咁陳生其實頭先咧都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啦。咁啊喺呢方面咧，我其實我都同你嘅同感嘅。有個問題就係話喺有線咧未違，即係喺未違規前，咁啊政府已經係呢個有歷史問題就政府批咗專營權，批咗專營權俾佢，而冇解決公天嘅問題。咁冇解決公天嘅問題咧，變咗又有呢邊又有專營權，這個呢個咧又有。公天又可以有經營權，咁變咗咧就到回歸後，我哋回歸咗之後咧，咁啊有線咧就一直同政府做出溝通。嗱、我成日講呢個咧就係政府嗰個處事，我哋政府領導電信管理局冇處理好呢件事。對唔住啦，局長要坐台啦，係啦，唔理你啦，唔係即係喺呢方面咧，局長當時咧其實有線有提出一啲意見，要求要做，咁冇做變咗人哋就只有上法庭。法庭係建議佢，喂，你哋咁樣告，你不如你就係起訴政府，咁啊變咗起訴咗政府，卒之我哋賠咗兩億。咁其實我覺得呢方面咧，我哋唔講佢，我覺得喺合同精神而嚟講，即係呢個我哋唔好理。唔係應該依法言法，要依法去做。不過咧，呢個我覺得政府咧要冇做出妥善嘅。個處理呢、這個絕對係政府有問題，我覺得其實早庭外和解就唔使賠啦。係啦，其實有線一做都係要庭外和解，咁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官員應該係要問責同埋檢討。問你個頭都頂人啦，已經。同埋另外一個頭先阿陳生講非凡嘅問題，我覺得非凡呢個問題咧，政府應該正面去回應，因為依家無論喺坊間嚟講或者議員都有不斷去提出非凡點解個錢我哋收唔翻啊？我覺得這個咧政府咧，無論入邊。是胡佬賣什麼藥，我覺得必須要清晰去交代給市民知道。當年你為什麼借錢給非凡？借了錢非凡一定有擔保啊，那擔保是誰先？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就必須要，你連這兩個沒有公佈過啊，現在所以就是這個問題，因為政府借錢給你是不可能沒有擔保的。是的，所以在這方面呢，陳生 我覺得這個我看法是跟你一樣，我覺得必須政府要追，如果遇到是真的這個政官員要問責的，就必須要問責。在這方面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前，即在這方面呢，我會繼續會再去幫他去。嗱，我哋線上面仲有位張生啊，聽埋張生先。唔好意思，張生，你有啲咩要問我哋議員咧？晚上好，晚上好，張生。咁樣咧，我今晚咧就要同兩位啊，即係討論啊，嗰、那個有關於政治文化個內涵啊。咁樣咧，因為咧，澳門咧現在咧個社團啊。到今日有六千個社團啊，咁樣咧，即係一般上個運作咧，就話你嘅政治主張點樣，你有咩意見，即係言論自由啊嘛，可乜都可以講啊嘛，咁樣咧就有個途徑嘅，就記者招待會或者去。一見特首或者特首辦大信，咁咧現在咧呢幾年嚟咧，即係有個別社團個負責人經常喺友安街市又好啊，喺軍閘關口嗰度又好啊，經常綁嗰、那個
嗰、那個橫額啊，咁樣咧，因為咧個橫額寫啲乜嘢咧？咁樣等我講曬先啦。咁樣咧，因為咧係軍閘口岸係旅客出入口嚟噶嘛，又係澳門市民出入口嚟噶嘛，係嘛？如果係呢樣嘢咧喺嗰度玩玩下咧，合唔合法？咁樣咧，我就提出嚟啊，嗰、那個社會個設施啊，任何人不得使用嘅。你有咩意見咧？或者拉雲壓咧，揾兩個人拉嗰度啊？嗰個設施咧，點解唔任何人唔可以用啊？嗰私人樓宇啊，俾唔俾人貼街招啊？俾人貼嗰個商業廣告啊？唔俾啊嘛？咁樣為何呢樣嘢俾咧？咁樣咧，今晚咧我又要請阿施嘉倫議員咧。就要去同政府講啦，因為呢啲嘢咧涉及到澳門城市個形象啊，要政府要管噶啦。好，我而家即刻問阿施生先。咁而家係的確關閘成日都有人打橫額喎，就喺關閘廣場喎。咁究竟呢個情況有冇違法先？我諗咧，如果有申請咧，警方或者係民署有批咧。就冇犯法嘅，因為呢個係基本上，我覺得呢方面集會自由或者係言論自由，我哋基本法賦予。不過重點就係話，究竟呢個團體有冇佢向民署、警方去申請咧？咁如果有申請，係咪日日申請咧？我覺得呢個咧係不過佢都禮拜六禮拜先出現。係啦，咁呢個有冇去申請？如果冇申請咧，我期望即係話我哋民署或者係我哋嘅警方咧，就必須要執法啦。呢個係肯定嘅。咁所以喺呢度。咁另外一個頭先阿謝小姐講嘅嗰個勞工法，工傷不合理解僱，咁超過六個月嚟解僱。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唔係超過六個月，佢係喺呢方面咧。佢話六個月都未好翻，咁啊解僱咗佢。咁如果我覺得勞工法咧喺呢方面咧係有明確即係寫明。當然，如果喺呢個屬於一個問題，就係話佢係喺因工受傷嘅話，而僱主咁樣去解僱佢咧，我覺得呢個咧謝小姐應該要去索賠，因為冇可能。我假設我為咗公司去受傷，而公司原來我喺三個月之後就炒我魷魚。賠我三個月人工，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唔算，我唔知嚇呢、這個可能應該係唔算唔合理嘅，呢、這個應該係唔合理嘅。即係我工傷喎，如果你話我係因為我工作冇做好，甚至或者話我公司依家辭退你，應該法例入邊係有規定，你一定要一定嘅賠償，咁你咪去揾第二個工作咯。呢、這個係工作東家唔打打西家啫。如果喺話工傷嘅情況咧，你咁樣去炒佢咧？即係呢個係道德上嘅問題，我覺得呢方面咧，到時我哋再進行了解下。OK。嗱，而家我線上用咗劉生嘅，劉生你有咩問題咧？劉生，你好，劉生。劉生，喂，博士你好啊！你有咩問題要問啊？先生，劉生你好。問題咧，嗱，你開講未開嗰時咧，我已經俾個意見嗰個電台噶啦。嗰啲交通問題，阿汪生一上嚟咧，就即係我就已經俾個意見佢，唔塞咧佢就搞到塞噶啦，係啊。咁而家佢落一台咧，都要冇乜改善喎。老實講，交通燈多啊，馬路短啊，先生你覺唔覺得？係係嘛？我係咁噶啦。前面綠燈，咁唔係咁啊！你呢啲可以改善啊嘛。老實講你嗱，老實講你如果整交通燈，繁忙時間你擺交通喺度。不如拆一啲交通燈，擺交通警員喺度，繁忙時間擺到警員，咁咪 OK 啦。使乜搞到咁複雜啫？你話係咪啊？係啊，一冇警員就塞噶啦，有警員咧好啦，疏導啲。第二樣嘢，嗰、那個眼蓮房啊，你覺唔覺得而家出嚟嗰個狗場嗰度咪成日都塞嘅？長期塞。咁你點解眼蓮房嗰段路咧，我嚟泊車啊？唔俾通去眼蓮房又可以轉去高士德，咁咪已經疏到個交通啦，係咪啊？咁你個狗場嗰度咪冇咁塞咯？嗱，冇改善啊！啊，仲有個輕軌，根本你老實講，你打風唔行得啦。你覺唔覺得而家輕軌係氹仔起啫嘛？澳門有邊度起啊？澳門冇啊，未喐過。我話咧，嗰啲投資嗰啲咁嘅錢，老實講，你不如將嚟輕軌，我哋行車天橋好過啦。
你冇整輕軌。啊，行多第四通道咪仲好咯。係啊，你整打穿大行山咪得咯。佢未佢一建議起輕軌嗰時咧，我已經講過啦，同電台講過，我話珠港澳大橋通車啊，嗰條輕軌都未通車啊。咁呢樣嘢講得啱喎，後年似乎係即係2017年通車㗎啦。2017年通車，後年喎。你好似話將嗰個西環橋下層，我哋整嗰個通輕軌喎，係咪？啊，我問翻你啦，行電單車就話交，又話有事故就麻煩。咁如果輕軌有事故咧，咪仲垃圾？電單車都係我要揼咩電單車行咗去。官字兩把口啊嘛，唔係兩個口啊，官字早幾年咧就四個口噶啦，而家咧就倒轉寫啦，官字八把口啦。哦，老實講，如果嗰批做得好嘅都唔使落台啦，啱唔啱啊？咁你如果你落咗台，你啲嘢都唔改善噶，搞咩啫？根本你而家你搞落搞嗰啲一鍋粥，係咪啊？嗱，我問翻你，如果冇居屋啊，我問翻你啦，即係冇。申請到居屋冇屋住嗰啲市民，澳門叫做經濟房屋。你問佢中意公園咧，還是中意嗰個房屋啊？你問佢，係咪啊？咁大個公園我嚟，哇咁樣嚟嘥法，哇！你喺居屋下面做公園得唔得啊？你話得唔啱啊？佢話得啦嘛。第三樣嘢，老實講，嗰啲咪衞生局應該係24小時咧，諗嗰個圖書館24小時喎，博士。你话系咪多余啊？系咪？又唔能咁讲嘅。你要明白一样嘢，图书馆你24小时好啦。我譬如租唔到酒店，我又坐喺度瞓觉得唔得？有人咪咁咯。啊，咁你开嚟做咩啫？你根本嗱，老实讲，你台湾嘅成品书阁有都系过夜啊。起医院你已经起唔到噶啦，老实讲。系啊。第一件事就根本就将嗰啲卫生局24小时摆个医生。咁咪已經搞掂啦嚇，好簡單一樣嘢，你都要當你私家醫生嘅24小時。台灣同香港都有嘅，呢叫大夜班，係夜晚12點到朝頭早7點嘅，係咪？有輪值嘅醫生嘅。你話係咪嗰啲衞生局㗎？你咁多衞生局站嘅，我哋唔使多啊！你開個市民多嗰啲衞生局站嘅。係。仲有一樣嘢嚇，我講唔講得？得，繼續講啦。嗱，你九場。又話好似人簽約啦，係嘛？嗱，老實講，你話諮詢緊，我問翻你啊，博士。咁如果馬場嗰啲係咪要刪埋啊？如果應該啊，到期嘅畜生啦！你成日咁邊佢打，咁你已經唔係根據澳門現行嘅情況係咁嘅，九場同馬場咧得地嘅政府嘅，博士，不過簽乜約俾佢經營啫。你嗰啲嗰個舊大橋早汪雲未上任嗰時，我已經俾咗意見。喂，系听紧，你讲啊，刘生已经俾咗意见嘅旧大桥行电单车最好啊，专道将条西环桥铲翻佢过嚟行汽车，所有友谊桥、西环桥唔得行电单车，将电单车行旧大桥专道，咁你话系咪统一咧？嗱，好多谢你刘生，因为时间所限咧，我哋先去天气报告先。嗱，好快翻返嚟現場啦！我哋線上面有個吳太係咪？阿陳太，陳太，啊你好啊！陳太有啲問題或者有咩意見要問阿司議員咧？我有兩個問題啊！我司議員係咪啊？司嘉玲議員係咪？係係係，我都係講同上次阿碧琪嗰個議員啊，講同一個問題咧，就係建華。建华大厦咧，嗰度附近嗰啲生果铺啊，我打过好多次上嚟噶啦。我哋真系去点？系啊，嗰度污糟邋遢噶，摆到出门口外面噶。啊，系啊，系啊，你阿博士，你有行过，你都睇到停车场嗰度。我琴晚先行过。哎呀，系啊，真系好，你又唔立法，又唔管，又唔剩，我哋都冇办法啦。咁但系你系私人嘅居委会出事啊嘛。系啊，佢一句私人。嗰度系你私人地方嚟噶嘛，政府唔入得去噶嘛。嗰个私人地方咁发生命案啊，或者打劫嗰啲，你入得去查？嗰啲刑事罪行啊嘛。刑事罪行啊嘛，你嗰私人地方，你个铺位长期咁转翻个嗰个生果档又系咁，个停车场后嗰个更加乱啊，司先生。我知道，因為我係個頭，我好清楚。你都係個頭，你都明白噶，即係唔係話我哋咩？哇！真係你近一近佢啲嘢，仲惡過乜嘢咁樣？哦，呢個問題真係好希望你能夠幫我哋解決下咯，諗辦法咯，好嘛？即係公園仔入邊嗰度啊嘛。
係啊，公園仔入邊啦，同埋咧個停車場口啊，係啊，出口嗰個，同埋轉彎嗰個咧，垃圾桶啊嘛，好多好抌曬，好好難啊！架車嗰啲個出入卡咧一嘟住行唔到咧，你就已經又唔知點行過去啊！佢又有啲單車，有啲嘢都即係佢完全唔理咯，我哋都唔知點做好啊，先生。即係希望你都啊，我嗰度頭出入慣啊，老實講，我哋真係都希望你真係雖然件事就好似係唔係咩大民生嘅問題，但係真係冇呢啲民生無小事啊！呢啲其實就係一個很大的問題。係啊係啊，你講得真係希望你真係啊，真好啊，有福報啊你啊！咁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希望咧政府幫起啲弱智人士嗰啲宿舍啊。他哋年紀都大啦，嗰啲小朋友啦，但係咧，我哋見到咧，嗰啲老人家真係又老又剩，一推推佢，你話點算咧？個個都要其他屋企人都要揾食。唔係有啲係弱智人士，有啲係屬於我哋叫老人失智症。唔係，我哋講緊嗰啲係弱智。兩個係唔同㗎，兩個事情。啊，我哋講緊佢個院舍嘅設計都唔同㗎。係啊。希望咧，即係冇啊嘛，即係冇乜嗰啲院舍。我哋本身都有啲朋友啊、親戚都係有呢啲問題，所以希望咧佢能阿先生你幫我哋注視下呢兩個問題。呢兩個問題真係好困擾我哋，行出行入咁樣又唔鬧得交，同埋嗰啲五金店啊，即係咁擠曬啲嘢到啲計油啊啲嘢，帶過一次喺度，我自己都帶過一次喺度，見到啲婆仔都驚㗎行嗰度。希望啊，先生，嗰啲其實唔係五金店嚟嘅，嗰啲係汽車修理鋪嚟，好無助、好無力感咁啊！你望住咁樣點咧？你又唔敢同佢一個女人仔行過，又唔敢出聲，隔離鄰舍講都話好不滿咯。啊，希望即係你知道小市民都係啲生活問題嘅啫。其他大是大非我哋都唔講啦。希望都你有能力去處理就得啦。嗰、那個弱智嗰、那個宿舍啊，同埋建華嗰啲咁嘅生果鋪啊，嗰啲五金鋪嗰啲，希望阿先生你真係幫幫嘅忙啊，發發善心，唔該你。明白。多謝。嗱，我哋下一個電話，下一個電話係林生。系你好啊，谭博士。系林生，你啲咩疑问啊？司员啊，林生你好。民生无小事。我亦都一向好欣赏阿司员你同埋你哋嘅组别嘅其他两位议员咧，就系、是、民生我心，常在我心嗰只，我系好欣赏嘅。咁但系我有少少咁多意见就系、是，你哋咧系好多时嘅未景全功啊，即系提出一个质询又好，提出一个议题去问责政府都好咧，好多时咧。一段時間之後咧，係因為你繁忙好，或者因為太多質詢啦咁樣。政府一拖殺一耍，你哋咧又冇去繼續咧。係啦、因為政府咧就 A 字博兼太極高手嚟嘅，大家都好清楚係咪？佢耍都係耍，避都係避，射都係射噶啦。如果你哋唔係去窮追猛打咧，佢好容易咧又棚尾拉傷，不了了之啊，雲淡風輕忘掉了。明白。所以希望咧。司議員又好，你哋組別嘅其餘兩位議員都好啦，或者其他嘅議員都好啦，就希望你哋去追打政府一個議題嘅時候，或者追問一個議題嘅時候咧，未達目的絕不放手。明白。無論佢點耍都 好，而且咧，仲有第二樣嘢就係話，我成日見到真係嘅，我因為工作關係，有時都會翻大陸，雖然唔多，可能一個禮拜或者十日八日一次，但見到好多老人家咧，真係垂垂老矣啦，咁啊。买餸抽住啲蔬菜啊咩咁樣，仲要好似即係好似做賊咁，就驚嗰啲盡忠職守嘅海關大哥咧入佢埋去充公嗰只，咁啊每日都係咁頻搏，喺側面反映就係話咧，澳門個食物生鮮，生鮮蔬菜包括肉類係非常之昂貴，令到好多市民小市民係尤其是一啲長者。为了要悭少少钱，又要辛苦，又要冒住被尽忠职守的海关大哥充公扣留的危险，要回大陆去买，即系人来车往，即系行船跑马，咁大年纪真系又辛苦又危险。如果可以，佢哋嗰个价钱系走向合理嘅，佢都唔会去咁辛苦嘅。而澳门点解咁贵呢？简单嚟讲，喺呢个节目我讲咗唔不下好多次，就两蓝公司操控价钱，盘剥澳门百姓，系嘛？其实林生，我呢、這个我咧其实呢个我喺质询咧，我质询咗三四次嘅。咁啊，当时司长嘅回答我嘅，佢唔关两蓝公司事，依家系中间商嘅问题。两蓝公司嘅嗰个价钱咧系好公开嘅。到咗咧，批發商咧，譬如我哋一斤豬肉，係咪二十幾？譬如話一公斤係
批發價二十一個幾，而我哋到咗市場批發價已經係批發到批發商嗰度，而到咗我哋市場價賣俾我哋咧，一公斤係六十幾蚊。嗱嗱，阿司議員，我又唔係駁你啊。係係。如果你用講生豬嚟計咧，一絲馬蛋已經係四百八十蚊。係。但係佢係毛豬嚟噶，佢有內臟，有講得酸啲啊。有血有屎尿乜嘢都喺曬度嘅。係。咁佢嗱你當你只豬屠宰之後咧，好多啲下水嗰啲唔要得嘅嘢啦。啊！血液啊，嗰啲各樣又要淘汰啦。咁、你到豬肉嘅時候咧，佢而家賣四十幾蚊斤咧，佢係一定有錢賺噶啦。佢唔賺邊個做啊？殺頭生意，嗯，都有人做，蝕本生意冇人做。但是佢嗰個暴利咧，係咪真係造成咧？因為你如果你將嗰個毛豬嗰個計翻落去咧，其實佢批發價去到三十八個幾嘅。嗯，嘅嗰個賣豬嗰個咧係有錢賺，但係唔係佢講得咁暴利。就呢個就是政府用數據嚟誤導我哋。嗯，你明白嗎？用數據嚟誤導我哋。如果譬如咁講，佢如果開放全部嘅，就好似香港一樣啦。香港港南同埋另一間公司啊攞咗牌，即係除咗五豐行之外，而家有三間公司可以入鮮豬嘅。一間港南，一間我唔記得咗個名，唔好意思啊。仲有就係五豐，此前係五豐行獨有嘅個生豬個價錢咧就高居不下。嗯。自從開港兩間之後咧，佢生豬而家走翻由正軌啦。澳門嘅豬肉咧就貴過香港一半，嗯就好明顯。仲有好多超級市場咧，自己有生鮮牌，但係唔入得生豬啦，唔知走地嗰啲唔得。但係屠宰好之後，冰鮮可以運入嚟，咁自然咧又減低啲。澳門都可以入冰鮮肉，但是咧佢唔能夠選擇嗰個入口嘛，佢同翻佢買。唔係佢呢個阿林生這個呢個咧就係因為我當時都了解得好清楚，佢係喺澳門屠宰場出嚟嘅。即係已經係生豬劏好曬嘅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到時我再 check 我聽完你之後，我會再查嘅。屠宰場出二十一蚊幾一斤，一公斤，一公斤應該冇可能啊，冇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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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唔緊要，呢個我到時我可以再查一查，可能我呢個數據有錯。不過無論點都好，都多謝你哋關注呢個問題。好多謝林生，我哋再聽下個電話好唔好？啊，先回應咗先。好。咁啊，我咁樣就我仲有阿劉張生嗰度開始未回，張生嗰度回應咗啦。阿劉生嗰個不關於一啲交通問題啊，一啲我覺得咧包括一啲輕軌啊。咁其實交通問題，我覺得回應阿劉生咧，其實依家交通係一個澳門，我諗一個好棘手嘅問題，因為依家牽涉到好多人嘅利益。即係講真一句，依家咧我哋政府亦都要話要加車税啊。停車場要加費啊，等等，大家其實依家市場擔心，市場停車場一加費，我哋嘅停車嗰個停車位個價格不斷咁升，咁所以咧，如果你好簡單，頭先所講嘅雅蓮湖嗰條路，如果係路邊唔俾泊車，因為你側邊全部都係啲矮層嘅冇停車位嘅，五層嘅冇停車場，係啦，咁啊到時嗰度嘅居民咧又嘈，咁所以喺呢個方面咧，我覺得要解決咧，第一個解決嘅就係。首先交通問題，我哋要駕駛嗰個習慣嘅問題。大家從駕駛習慣真係澳門用生活習慣開始做起，即係有啲即係譬如話依家特別依家咁嘅天時，可以盡量短嘅時間咪行下路咯。如果係話喺駕駛習慣方面，以往我澳門即係我哋以前咧就係好禮讓嘅，唔知係咪依家嘅生活急促，大家嘅時間暴累咗好多，個個都唔禮讓，咁啊所以變咗越嚟越塞。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喺政府方面咧，係要加大呢個停車場嗰個建設。特別我提到嘅點解要提呢樣嘢咧？頭先阿劉生講個港珠澳大橋，其實港珠澳大橋將來依家我尋日去睇過咋。佢尋日睇過之後咧，其實我覺得發覺一個擔憂嘅，我哋澳門段第日2017年嚟通車，我哋究竟通車未？呢個係我一大個問題。唔係，我哋接駁工程好時嗰度攤曬喺度。係啦，咁第二咧係攤曬喺度㗎。咁啊，個人工島都未平整啫喎。就係人工島問題。第二咧就係我哋個 A 區啦。當時 A 區咧政府係有提出點樣好利用好個地下空間。咁啊，今次咧其實再睇咧個地下空間基本上係冇乜點提到。咁其實 A 區你永遠有條件去做地下停車場。地下商場都好，乜都好，其實由地下個空間去發展，去釋放多啲嘅停車位出嚟。咁我哋依家基本上係依家連 A 區可有條件可以做嘅，又唔去做。
咁變咗好多嘢。依家你話我哋澳門，而且呢啲而家仲要從萬八個單位加到二萬幾喎。係啦，咁以往你話以往我哋講話啊，澳門嘅地底好多寶物，唔挖得，基本上一挖落去就有問題嘅。好啦，咁我哋呢區其實喺呢珠江口冇嘢㗎啦，全部可以處理到嘅，可能成本高啲，不過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做嘅，係咪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包括頭先水所劉生所講的狗場馬場的問題，其實狗場我一直講，我哋狗場咧依家馬場我哋就唔好講住，狗場依家係不嬲向政府租嘅，係啦，依家今年到期啦，咁我期望政府咧就當然要搬遷都要一段時間，你俾佢寬限一段一少少嘅時間，盡量搬遷。市民好大嘅期望咧，係期望嗰度咧做一啲綜合性嘅我哋市民需要嘅嘢、民生嘅嘢，譬如運動場啊。圖書館啊，或者我哋嘅活動嘅中心，因為特別係筷子機嗰頭咧，基本上係冇嘅。那個挖咗到停車場，咁啊地下又可以地下又可以挖停車場，又可以做咩利用好，都可以利用到好多。因為我喺九場做咗六年嘅，因為我喺2010年開做社資委員會嗰陣時，即係北區社資委，其實我哋有個當時有個小組咧，都一直喺度提出，其實點樣去做一個綜合大樓，其實我哋揾個地咧。最好就係喺九場，咁啊，既然依家九場嗰個地塊已經係到期啦，咁啊，我期望咧政府可以俾個時間佢，而盡量即係話佢搬遷，因為搬遷呢段時間嘅。而家好浪費地皮嘅點樣咧？係啦，佢平均係一層到三層建築物㗎咋。因為呢個地係政府㗎嘛，係咪先？咁你到期啦，依家收翻冇嘢講啊，咁我俾個時間你去搬遷，咁啊，而且而家仲冇人倒救添喎。係啦，咁啊，你即係呢個博水。的項目其實已經過了時了，不是過時那麼簡單，是根本是蝕緊錢，每年都蝕錢，那你說怎麼搞呢？是不是？所以另外我再回一回應，簡單因為時間的關係，陳太那裡呢，建華那裡呢，我到時我會看看跟那個業主委員會那邊去了解一下。那麼弱智人士的院舍呢，其實我們一直都提出來，因為弱智人士有些是老人家，即係話依家個弱智人士嘅年紀大啦，五十幾歲，可能個父母都七十幾歲啦，雙老個問題。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咧，政府係有必要去做啲院舍咧。一直基本上之前政府有承諾係要做有幾多個位置，而依家我諗呢方面咧，其實喺呢方面政府有個數據嘅。咁期望喺政府喺呢方面咧多做，我哋會繼續去追啊留去留意噶啦。阿陳太。另外林生咧，好多謝林生俾就我哋一啲我哋團隊一啲提出質詢咧，去點樣繼續追咧呢、這個好多謝林生嘅意見。咁呢樣嘢我會繼續去留意同埋會做得更加好。咁啊頭先提到老人家喺大陸買新鮮，即係其實我哋都一直講點樣去開放呢個市場，甚至乎依家我哋要提出競爭。將來的街市其實政府係依家之前有釋放一些信息出嚟喺度研究緊，我哋喺500米個範圍入邊，即係街市500米範圍入邊，以往是不可以開新鮮店嘅，即係嗰啲賣菜啊、賣肉嗰啲。我覺得只要是民署在呢方面咧，衞生監管得好，就允許佢賣。呢、這個我覺得是可以，只要有競爭，買賣市場有競爭，我相信市民才是最得益。如果唔係你，街市我好多市民講，我都當然喺呢度唔係話乜嘢街市，好多都話，好多市民提出質疑就係話，你街市又唔使鋪租，政府又俾咗你又免曬税，乜都冇，你純粹係買入嚟再賣，咁可能喺呢度咧同如果係話你話500米範圍，人哋仲要鋪租都可以同你競爭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已經係即係我唔講問題，説明咗一樣嘢，人哋要皮費燈油火蠟都可以競爭嘅，咁呢、這個。費用呢，我相信市民大家都可以計到出嚟。嗱，我哋去廣告先。嗱，好快翻返現場啦！我哋今日都幾多電話嘅，我哋而家線上面有位黃小姐嘅。咁黃小姐，你有啲咩嘢問我哋議員嘅咧？陳博士好，你說嘛。徐議員好。你好。徐議員，我上次是你的這個你組的議員宋碧琪上來。我跟他讲了一下，就是也是市民，也是老人家，他们去就是上了你们那登记城民工会登记福包造成的困扰，叫我再来跟你们讲。宋碧琪上来以后，我跟他讲，那老人家都躺在外边，他说他的驳斥是我很不满意，他说那个老人家呀。
哎，怎么说他们也不听。实际呢，是你们会里做出了一个公报，一天就能登400多人，三天登不上就没有了，制造了紧张情绪，紧张的气氛，老人家才分到外头去排那个队呀、啊。哦，因为这个你们应该检讨。是。现在人家都讲在那骂，上一次登记都在骂陈明根呢，张口要提陈明根呢。陈明根以后你甭想让我们再投票。那宋碧琪你怎么认识不到这个？你作为议员你这么年轻，你要体谅那些个阿婆呀。如果那是你的外婆，那是你的阿玛呢，你心里如何？对，徐议员你也是佛教徒哦，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佛教的、嗯、我看你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我对宋碧琪的反应我很对他很不满意，我同时也打过你们的那个秘书处的电话，嗯，帮其他的老人家投诉这个问题。是，其实我不是在那会的那弄福包的、嗯、因为有的事情看不惯嘛、哎、你要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是，你们有礼堂吗？你可以请到他礼堂去登记吗？嗯，你们现在还是直上直下的楼梯让人上二楼登记，如果摔下一个来呢，你们怎么负责？那个黄女士不好意思哈，我现在因为我等下还要因为我一定要回应您嘛，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解你现在这个我还不清。我希望你关注是什么？关注土地问题、哎、建屋的问题，好吗？ OK， 好、啊、我哋再下一个电话，欧小姐嘅，得欧小姐问完之后就统一由阿司员回答啊。好，欧小姐。喂，你好啊！你讲啊，我系啊，系，我有个要求就系南澳花园个公园咧，方仲啲学校嗰啲同学咧都喺嗰度，都可以讲啦。你熄咗电视好唔好？好嘈啊！我哋听唔到你讲乜嘢，你熄咗电视先，熄咗电视。我熄咗电视，系，因为我哋听唔到你哋讲乜嘢。嗯。OK， 你可以讲啦。我哋南澳嗰度咧，即系两氹仔南澳花园。唔系啊，黑沙湾嗰度嘅，系啊，那个消防局对面。系啦系啦，嗰度啊，哇！啲方仲嗰啲学生咧喺度做运动咯，咁我哋又带啲小朋友落去。其实我哋日日行嗰度，我都有啲上牛啊，鼻敏感，因为嗰啲狗尿狗屎一到夜少少啊，哇！嗰、那個建華啦，附近嗰幾座大廈啲狗啊，走曬落嚟嗰度屙屎。係啊係啊係啊！好陰公啊！知唔知啊？我日日帶小朋友翻學咧，臭牙，即係唔知行邊好啊！即係直情行嗰個屋邊嘅啫，那個大廈。唔係，其實我同你講，我啲大廈養狗已經係犯法㗎。係咯、啊，你都唔好過嚟啦！我哋嗰棟大廈冇咁多狗嘅，即係三幾隻嗰啲狗仔好得意嘅，好可愛，啲小朋友都玩咧。但係佢嗰啲大狗走過嚟，一個人拖兩三隻狗咁過嚟，好慘噶嘛！我哋一直成要走到海邊嗰個黑沙灣公園玩啊，帶啲小朋友，你話幾慘啊！依度有個公園仔幾好啊，係咪先？一落完雨咧，我就最開心噶啦，即係可以帶啲小朋友啦。过唔到三日，四周围压晒啦，咁样去踢波都系啊，喺度踢波啊，踢你就玩完个波翻嚟啊，即刻叫佢冲凉啊，洗波都要洗啊，鞋都要抹啊。明白。系啊。嗱，我哋再接多个电话啦，我哋呢个电话几多噶？下一位系马生。系咁多位。马生，系马生你好，马生你好。诶，头先有位刘生讲咗好有理由噶，系嘅，系讲得好啱噶。咁我好咧，氹仔啲居民咧，請求啊，資源咧，喂，係聽緊啊，有機會幫幫手啦，係，因為氹仔嗰度好多學校嘅，係，咁你好多啲細個小朋友嘅，咁我希望咧，嗱，政府現在俾啲5000蚊俾你父母啊，唱歌又考牌嗰啲嘢啦，嗯，可唔可以話請啲交通督，即係交通督導員咧、哦？交通督導員，即使放學嗰時繁忙，放學嗰時間喺度指揮下啲斑馬線，因為我見啲有啲嗰啲帶嗰啲小朋友放學嗰啲菲律賓人又啊，即係國籍嗰啲咁人啊，但係佢又玩機，上嚟亂咁飆馬路。你知而家啲車有啲停喺度，但係咧有啲車就唔讓噶，好危險咯。係，你係咪即係覺得氹仔入邊好多
好多學校嘅，尤其是 K 仔啊、K 一啊、P 一嗰啲小朋友好危險咯。嗯但係頭先我聽嗱，每日有時我放學都唔想買揸車，就好塞車嘅。咁可唔可以話我提個意見話，可唔可以繁忙時間由八點至到十點，晏晝四點至到九點鐘，雙層巴士用行呢個繁忙嘅路，俾啲巴士行。如果你加多啲巴士，咪賺多啲，塞多啲車。嗯，系咪啊？即系而家直接上唔到先，你试下之前，你见到有时而家五点零六点钟，哇！啲巴士啲人都上唔到车嘅，上唔到车嘅，系啊，上唔到车系。系咯，但系嗰两样嘢最紧要咯，同埋希望系嗰两，同埋个系咯，啲双人巴士同埋嗰个氹仔嗰度咧，可以喺个天桥俾啲小朋友行安全啲行咯。点会规划到咁湿碎嘢？天桥佢又唔起。嗯，系咪啊？希望阿思源帮帮手，因为氹仔嗰度好混乱嘅，你睇每日都。好嘛，明白明白。我而家就由思源答一答黃小姐、歐小姐同阿馬先生嘅問題。好。咁啊，黃女士嗰度咧就係佢頭先講登記嗰度，一直要問佢咧，究竟登記啲乜嘢？攞福包啊，攞福包係哦，原來咁啊，攞福包嗰度咧，因為我翻去咧再了解一個情況，因為咧福包咧係基金會就係主辦嘅，我哋係協，即係我哋協助我哋在社。唔係佢話最危險嗰度老人家要喺老人家喺樓梯嗰個排隊。呢個咧都當我哋到時咧，定我哋喺呢方面咧，我哋再優化。咁啊，我哋翻去亦都會檢討呢個工作啊，即係盡量去做好佢，因為始終基金會的原意就是希望一些我們的弱勢群體啊，是啊，一些老人家去香港試過老人家排隊攞米出了事，是啊，所以這個我們會因為安全的問題，我們這方面從這方面我們會盡量去改善。那土地問題呢，其實由土地問題、房屋問題呢，我們一直關注，特別是關注呢現在呢我想社屋的問題，我覺得很重要的。我們由回歸到現在呢，總共呢就做了大概是五期的社屋，這五期的社屋有些是一年，有些是三年多呢先去做申請。其實我們現在從我們現在最離譜就是建很多社屋呢，你走到房屋局登記嗰度咧，可能排好耐咯喎。係啊，起好咗入唔到住喎。咁啊，所以由我哋依家其實由我哋一直地區工作一直喺度做咧，其實我哋有啲貧困嘅家庭咧，貧困嘅家庭申請真係無門。你社屋冇開放，咁啊冇辦法去申請，所以形成佢哋咧，因為住屋咧，我覺得政府喺住屋呢度咧，即係喺社屋方面咧，保障房屋入邊係缺位嘅。令到我哋好多真係低層基層嘅一啲家庭咧，特別係有啲單親家庭啦，我都即係遇到好多，咁啊呢啲基本上佢哋係好痛苦。政府係我哋其實喺某種情況，澳門嘅嗰個福利咧算唔錯，亦都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即係喺社工局都已經幫到佢。但係住方面而家都幾慘。咁你俾佢攞完呢個最，就算係最我哋嘅嗰個。俾佢嘅資助之外，佢租咗屋基本上就冇得食啦。9000蚊咪最多租兩個月，就冇得食噶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覺得房屋咧係佢哋最後一個保障。只要喺基層，我覺得呢方面咧要俾佢哋有個門檻。唔係因為我哋嗱嗰啲農民冇土地咧，就好革命嘅；市民冇房屋咧，就更加革命噶嘛。係啦，咁我覺得短期內咧要盡快咧，政府要盡快再去開呢個社屋嘅呢個排隊，而長期嚟講，我哋要建立一個恆常性嘅一個機制，點樣去做呢個申請嘅機制，一定政府要設立出嚟，市民先加個更加去清楚。唔係問題，佢規矩改嚟改去由呢。係，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喺社屋真係一啲基層市民嘅保障嚟嘅。另外，歐小姐講南澳嗰度咧，房仲學嗰個小公園嗰度咧，係其實。依家咧，我哋有好多嘅市民咧，當然有一啲即係大多數嘅市民都係愛狗嘅。咁一啲市民咧，佢養咗狗之後咧，就係從即係小部分，我覺得小部分。咁啊，每日要帶落街屙屎嘅。屙屎屙尿。屙完要清潔㗎嘛。不過咧，就確實咧，就有啲嘅公德心咧，就比較缺乏少少。咁啊，基本上咧，你睇下，我哋唔使講，依家特別係北區，你去我哋北區，即係頭先南澳啊、建華啊、海濱呢一帶行一行。其實仲有一個地方重災區咧，就馬場北邊大馬路海邊。係啦，咁啊，基本上咧，我覺得係有一個地方，即係話基本上你都睇到嘅。咁我建議咧喺呢度咧民署咧，我哋喺保利達同埋漁華呢度有個公園，佢嗰個係長形嘅，應該搞個沙池。